起发财，红包拿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冯敏，请大家注意啦，从2月2号起，每晚周一至周四9点半，请大家锁定我们星空卫视的最新资讯节目，就是我们的星空八爪鱼，这是你们不可缺少的娱乐维他命哦。由赵本山监制并演出，以历史融入民间故事的电视剧《关东大先生》在北京举行发布会，将于近日在央视播出。关东大先生主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的嫡系部队，而在这部剧中，赵本山只是一个配角而非主演。赵本山也表示自己有意逐步退居幕后，将自己的弟子们推向前台。我不是说不能演了，我身体还挺好，我尽量是往后走，把他们往前推。我要老在前边呢，他们出来的机会就非常渺茫。我这陪着往出演，一部戏演点，一部戏演点。等到过一段我不上了，人家也有票房了，我就这意思。到那个时候我就坐在后台，帮着指挥指挥，这才是我的。赵本山的老搭档范伟也在《关东大先生》中出演一个角色，这天并没有出席发布会。而且今年春晚，赵本山的小品搭档也换上新面孔，到底两人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呢？合作那些年了，那我到关键时刻也单单不跟我上，我选择了，我找他的意思我不是非得要跟他上，网友搁那天天吵你和范伟上，那我找不着他，大伙知道的是他不上，不是我不找了。年前好像我也是生了点气，说实话，我给范伟打个电话，打了几天呢不接，不接我就告大官，我说你发个信息，你说我找他，完了呢，后两天给我发回一个信息，转弯给我发回一个，你转告本山哥，我已经怎么跟他说了，绝对会我不想上。我说我只能记头，这小老弟儿他妈我领这些年，完事我打电话，你整个信息给我发回来，我这不平衡了。75不对了，你有啥不平衡的你？你再分析分析，现在范伟范儿多大了？人哪是个当初啊？咱们说的都真话，你得看着他的心理变化。你还能像用小学生似的吗？他已经不是当年。虽然没有了范伟，但相信赵本山仍然会是今年春晚的看点，大家拭目以待吧。星空八爪鱼，北京采访报道。